掉了。祖母以这件衣服为证据诬告优素福，所以优素福就被下到监里，失去了自由，成为了阶下囚了。贵族朋友，如果你是优素福，你会怎么样呢？你会为着高升而放弃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吗？这句话也是有例外的，不能一概而论的。所以呢，多玛在他的人生在里面呢，的确过去是多疑的人，怀疑的人，但是最后呢，是变成一个信心很坚定的人。他再成为民族更加的坚定。
建造香罗木的电影220个时间，现在在索菲亚城。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，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，叫你不再。